柏林，这座曾因战火而千疮百孔的城市正在焕发着它新的魅力。走过柏林墙，感受人们争取自由的意愿。勃兰登堡门凝聚着这座城市的历史，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由2711个高低不等水泥碑组成，菩提树下大街上则聚集了众多古典建筑，而其他部分则几乎都被绿荫覆盖。来 travel 动品味德国。